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瑞晨，你们可以叫我华帝。我是一个典型的天蝎座东北男孩，爱死磕，爱较劲，凡事都爱细琢磨。吉他调弦100次，只为调出最好的和弦。在上台之前反复练习，只为留下最好的舞台。这是我的生活态度，我把这种态度叫做刚。我是田瑞晨，一个让你越挖越开心的钢矿男孩。喜欢这样的我吗？请来优酷的以团之名抱我吧。